for a miracle to come. Everyone told me to be strong, hold on, and don't shed a tear through the darkness and good times. I knew I'd make it. 一直都很健康。也希望你们安心吧，继续交给我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，跟他一起好好相处。我祝妈妈爸爸长命百岁，然后我会当一个好妻子，然后以后还是会跟你们一起孝顺你们，然后你们一定要健健康康快快乐乐，然后谢谢妈妈爸爸。新加坡、新加坡，双方的亲友、各位贵宾，今天很高兴，大家来参加我儿子跟陈小姐的婚礼。首先要谢谢的是新加坡、新加坡，生那个这么漂亮的女儿，也教导得很好。那安心何其有幸，可以娶她。回家做一个终身的伴侣。发誓会爱你、疼你、保护你，对老婆、家人、好友爱屋及乌。我发誓不欺骗、不隐瞒、不乱来，会听老婆的话。我发誓无论贫穷富贵、健康与否，都互相扶持、同甘共苦。我发誓凡事都愿意沟通并替对方着想。我发誓做事会加快脚步，没完成前不换 iPhone。 我发誓不动手且负责任有担当，说到做到。我发誓以上誓言说到做到，不然任老夫主掌。耶耶，我们请爸爸把陈瑜的手交付给汉卿。